地狱门啊，地狱门应该会被看到啦。地狱门要被找到了吗？不是，因为地茯苓在地底下可以穿透，看到一块紫紫就知道是地狱门了。可是地茯苓又不能讲。确定都不会讲吗？不确定。所以我早晚会被挖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地狱的事情，但还好，他们现在大家都已经有自己的生活。这一对太扯了，这一对红队太猛了。这个是什么？红队已经不需要任何的一些技巧了。杀戮时间。啊，这里是什么？他们在干嘛？为什么在这里？这里是别人挖过的地方哎，有点紧张哦。哦，我找到别人家嘞。别人家？哦，对，你那边有个很近的、很近的别人家。他里面都没东西哦。嗯，附近看起来是应该没东西的。他都带走了、欸，说不定就是红队留下来的遗迹吧，有可能。哇，那我这样不用挖了、啊，就被他们挖完了、啊。附近真的天然洞窟都没啊，都是一块一块的岩浆，看不到。哎、欸、呀，有三个铁锭留在这、欸，他们懒得挖了吧？太多是不是？对啊，他们看起来超满。对啊，铁装一套就够了，这么多套也没有用。他们真的挖好多、哦，难怪会有这么齐全的装备。这里的高度可以挖吗？12。那我挖他们挖剩的。好可怜哦。我觉得挖剩的有。有机会吗？对。哦哦，钻石，靠自己的力量，靠自己的力量，两颗，只有钻石剑而已，这样不够哦。靠自己的力量，居然找到了，靠，找到两颗钻石，而且还没有显示成就，很好，他们不知道我。哦，有有有，旁边还有三颗，为什么没显示成就啊？四颗，因为我的成就表不完全，它不会显示。哦哦，我靠，钻石前一个成就是哪一个？钻石前，我不晓得哎、欸，好像是什么，我忘记了。哦、炼铁锭，但是你铁锭全部是我们给你的。没有啊，我有炼铁锭啊。我看一下我缺什么成就好不好？怎么没有过去？还是你从熔炉那边就没有了？啊，熔炉那边就没了。你、哦、我没有做熔炉，对，我没有做熔炉。所以你的矿产区全部都别人都看不到。我从来不做熔炉。很好，很好，四颗了，四颗了，四颗了。我是不是应该先做一把钻石剑防身、啊？你不是要做钻石镐吗？对哦，做钻石镐才能附魔嘛。哎、欸，他们现在真的是游牧民族哎。红队他们是集体游走。他们在找人要杀人啊。对啊，他们就是很团结的集体游走。钻石镐没问题，做出来了。我这边收到一个消息哦。嗯。美少女队表示想跟我们联手。哎呦，免谈，免谈，疫苗免谈，好猖狂哦，好猖狂哦！我回他们喽。好猖狂哦！我凭什么这么猖狂？然后他 SK 密我的，他有密我，他密我们队的。等一下，说什么免谈？我到底凭什么这么猖狂啊？到底哪根葱哪根蒜啊？我就跟他讲，武秋风说免谈，不会上当。美少女队只剩一个了，他只剩一个了，现在两个人跳掉了，可是太晚了，干嘛吧？哦，免谈免谈，他居然说那个武秋风只有一个会 GG 啦，哦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 GG 我还没 GG。拜托，我有伟大的十年计划哎！十年计划开始。对呀、啊，地狱招真的很猛。你们在开什么玩笑？我还没挖到钻石就已经去地狱了。操！你们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？紫队还在鱼骨挖吧？还要挖多少钻石啊？他要钻石全套、哦。他们这一场是要玩多久啊？我觉得他们那个在地底下时间应该要有所限制。我觉得这个地图如果能限制到这个什么越来越小的话，会更好玩。
对对对，我觉得我刚刚讨论一个很猛的，就是那个每过二十分钟或十分钟全队随机传送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这个不错。或是地图，我觉得地图越来越小就很越来越小，或随机传送这样会比较好。因为人数，你看，如果最后剩下两个人，然后在一千乘一千的地方打，怎么打？我先要把东西都运回去。书要皮革是不是？我好像没有皮革这种东西哎、欸。啊，皮革就要去打了。杀牛。那我又要冒险出去了。发现幽灵。这太委屈了，这太委屈，太恐怖了。两颗了，我要四颗。你知道吗？这一群红队走在一起的时候好可怕、哦，很像行军。四颗，四颗，我要去四颗。四颗，四颗才能做附魔台。哎，附魔台是要一颗钻石，附魔台要输哎，可恶！附魔台居然要输，我身上真的没有皮革哎。你们的东西都在我身上，我没有皮革不太正常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没有皮革啊。好了，我有四颗了。可以要哎，等一下，钻石是不是要两颗才能附魔啊？两颗，好像是哎，可恶！那我不够哎，我还要再去挖钻石哎。可恶！继续寻找。真是的，我们好落后、哦，怎么会这样？秋风落后了，因为你只有一个人。秋风落后他们几十载了，他们也有一个人的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有那个又回来了、啊。最少的还有两颗。怎么办？你血量红也是全场最少的。我的吗？对啊，其他人都，对啊。等一下，我刚刚为什么可以这么猖狂？一个人血量还最低，还可以这么……我凭什么这么猖狂？偷偷摸摸的暗地里搞一些勾当，我很希望挖到他们脚下面，然后直接把他们砍死。不不，他们掉下来你就死定了。就是趁他们还没有发现我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神血了。那时候我应该要先倒岩浆。不行，就他们要下来找你的时候，一下来就啊！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出来了，你出来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大半夜，对啊，大半夜。你确定要现在出来吗？等一下，我再思考一下。满满的苦力怕，满满，我身周围满满的苦力怕，就正前方三只，后面一只。那我先出去种棵树，然后再回来，好。哎、欸，有兔子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把它杀了。兔子在苦力怕旁边跳来跳去。我不能在这边插火吧？真的太危险。还有女巫，这太危险。好，走。退，退，退，退。我们必须再更深入一点。他们到地狱了。是地狱吗？可恶！该不会是那个门吧？到那个门了吗？快看门！糟糕了糟糕了，我要帮你看他们。他们在地狱，他们在地狱，他们现在在地狱。这是从哪个门？对对对对，他们从地狱门回去就会看到你了。他们现在在翻你的箱子，死定了！赶快离开！赶快来看午秋在哪里。嗯，地狱门嘞，我们的地狱门，我、哦、看到了，他们发现不同地方了。对，我就不相信他们的。方向感有好成这样，我就不相信这样的有人还能找到我。你的安山岩被击碎了，我的安山岩破绽。因为你安山岩旁边有一块是那个一般就是被挖过的。这里不要怕，这里不要怕。欸、我要 shift。他们很靠近我，要 shift。他们看到我看到他们了，他们在乱挖了。嘿嘿，我要遁逃了。遁逃了，他们确定你在这里？我要遁逃了，好可怕！如果你现在转头往后看的状况下，你可以看到一堆那个名字。我有，我刚才有看到四个名字。我现在遁逃了，遁逃，超多！他们已经被分开搜索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秋风这么神奇，不可能！好远哦，你走去这么远的地方啊？我要继续往前挖，我忘记带合成台出门，糟糕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有钻石镐。可以什么东西镐？往右上角走，有那个
天然洞窟右边上面。我觉得前面有钻石。好，你是跟随地。啊！为什么会有岩浆？我看不到，我这边看不到。我刚才不小心放了岩浆、啊。自己放的。自己放的，太蠢了。收起来。你剩半条命了。我们自主差一点就要因为自杀而死，我也差一点点，太蠢了。我们这一堆会变全部都是自杀死，对，而且还是不同的死法哦，摔死，他跟自己放岩浆，自己放岩浆这个太蠢了，不行，我不要这样死，我绝对不要，太丢脸。哎、欸，我又挖到钻石了，恭喜，耶耶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后来居上，逆转胜，逆转胜，逆转胜！我现在只有半条命嘞、欸，要怎么逆转胜？而且我还没有合成台，我没有办法做十字稿。好刻苦的一群人！哇，这么多钻石有什么用？我有九颗钻石，有什么用？穿钻石装。啊！我的队友们都死了，有什么用？现在一个摔死，一个被空空射死的跟着你。他们应该没有看到我吧？我都看不到他们了。没有啊，他们很，你们现在超远，你这条路挖超远。白天，白天，白天，先去砍树。我好想吃金苹果、哦，要金苹果的我吃。快，金苹果。你有金吗？有啊，我都带在身上的。金锭几个啊？金锭十八个。哦，可以做两颗哎。快，苹果。苹果有没有？一颗就好。不求多，只求一颗。一颗就好，来苹果。我觉得我怕他们来倒岩浆桶。好阴险。而且还怕我踩到。风起来。风起。然后很明显的石头崩起来。哎呦，以牙还牙！以牙还牙什么成就啊？那个打引诱翼。啊、哦、啊、哦、有。哦，他们现在在地狱玩，因为找不到你。哎呦，地狱玩，他们这么有种哦。说明他们要弄那个啊，那个药水。这么神，这么神奇哦，他们。超猛，超猛，超有事哎、欸，他们。你的岩浆要顺着那条路流到最底下。他们很有事哎、欸，山的这一边，你就到角落找我。你躲到角落，最角落快哎、欸。对，你们就到角落找我吧。角落画圈。他们现在在地狱晃的，好悠闲哦。他们，我一看他们，喂喂。我就把箱子放在这。紫色队还在鱼骨挖吧？他到底要挖多少？他要挖出钻石全套是不是？太神奇了！我要去打打猪。荧光石粉，他们打荧光粉，又挖那个，又想要金鳞之类，会合出什么东西啊？那个药水，可是他们要找到烈焰神才有用。在还没找到烈焰神之前，我都没有很紧张。我要做一个钻石剑出来哦，铁剑不要了，铁剑是过时代的产品。过时了。钻石剑正式出炉了。摔死！摔死！摔死！恐怖钻石剑，杀戮时间！我现在才做第一把剑呢、欸，都是你们做给我的。我身上有多到用不完的剑，都是你们的。我第一把就是钻石剑，很有事。几个小时，很有事啊！都第一把剑，我要输，我要输，等我输，等我输，输、欸！有皮革了，不只有牛奶。恭喜你获得第一个皮革！不只有牛奶，不只有牛奶，证明我有在生存。哎、欸，地狱也有边界，受不了。所以没有地狱堡垒，对不对？嗯，目前看起来是没有，他们也有走到边界了。哎、欸，甘蔗我没有带，可恶！我把甘蔗放在地上，我现在没有甘蔗，没有纸。你要纸干嘛？我要纸才能附魔台啊！哦哦，对，他做书哦，但是你离很远哦。
甘蔗很远是不是？你离沙漠区很远。不一定要沙漠区才有甘蔗哦、啊。要沙子吗？不用不用不用啊。不用吗？不用啊，种甘蔗不用沙子。哦，是哦。所以我现在晚上了，不能在外面跑。我在外面帮你绕了一下，也没有靠任何一根甘蔗，怎么这样？我这样，我刚才本来有的忘记带在身上，等一下看箱子里有没有。不是啊，不是、啊、哦，我甘蔗在这里，甘蔗在身上。哦，我还好有把重要资源都带在身上。秋风深谋远虑，种树苗。太萌了，紫色都在骑马。骑马？为什么有马鞍？不知道啊。他在哪里找到的？他在。这不合理，这不合理，这不合理。我觉得很强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们居然已经在骑马了，这是什么层次？紫色队在骑马才两个人而已，而且他们有一个有钻石全套了。钻石全套好恐怖哦。然后一个是只有衣服。只有衣服，我连衣服都没有。但他们手上拿着金苹果。手上拿着金，我在炫耀。我有一颗苹果了。哦，你也可以拿金苹果炫耀了。我马上就要吃了啦，没有空炫耀啊。务实派，务实派的。我的血这么少，我先要吃给大家看，炫耀一下。我再回血了，秋风，我再回血了。回多少、啊欸？不回了，不回了。两格嘛，我记得。才两格哦。嗯哼。可恶。可恶！好，你血量至少跟上了。可恶，我竟然才回两格。他们，嗯，还好多人。你现在发现吗？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？我们来决斗吧 ，Come on！ 在地面上，哎呦，在叫嚣了、欸。